掉出来了。小林玩具，啊！怎么果汁喝光了？可我好渴呀！没关系的，文文，我们去买就好了。好呀，那我们快去吧。我这里有新鲜的果汁哦，怎么样，想喝吗？我们导演可不能让我们轻易的喝到吧。没错，不过你们学习一定也累了，不如来挑战我们的新游戏吧。嗯，什么新游戏啊？今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明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我们一起挑战挑战，燃烧吧林科挑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挑战这个盲猜饮料游戏吧。来吧来吧。Ready go。 好熟悉的味道。哇，你，我感觉你喝了一大口。我感觉都喝光了是不是？ 有点香。我要仔细品味一下。我喝过了。西柚的味道。芬达汁。都答错了。怎么会？柠檬汁。你倒错了，这绝对是西柚 汁。我这个呢，我这个是柚子汁。啊。我的答案是他的。第二轮现在是零比零，零比零，这一轮一定可以的。第二轮三二一开始 ，Ready Go！ 我这就是白开水呀、啊，白水的味道啊。对，荔枝，对不对？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荔枝，荔枝什么？荔枝汁儿。对，再猜。那还能是荔枝什么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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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打水。小趴答对，荔枝气泡水。哦，气泡。现在是第三轮哦，我都准备喝了，一定会猜对的，迫不及待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喝不到。我们这期是挑战我们那个脖子有多长，是不是？玉米须。对。椰水，椰子水。哦耶！椰汁，椰汁。我这是什么呀？豆浆。豆浆。我刚刚不是才喝了豆浆，结果我中午才买了豆浆喝，结果这个看来不是一个牌子的。原味豆浆。哦。第四轮现在是1-1开始喝喽。开始。对啊，喝饮料了。好熟悉啊，又是熟悉的味道。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酸啊！芒果汁。对，报告老师，是山楂，酸到不会说话了。对，报告是酸角汁。对，苹果汁。答对，苹果汁，我的也是。苹果醋。苹果醋，我是苹果汁。我觉得只有醋，根本没有苹果。哇，这真的好酸。最后一轮，现在小趴已经2-1了哦，文文这一轮要加油了，开始吧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味道好独特呀，像那个感冒冲击的味道。哎呦，我的吸管多喝一点，吸管掉进去了。金银花露。掉出来了。蔓越莓吗？接近了。好，最后10秒，10、9、8、7。草莓。对。5。蓝莓。树莓。树莓。还有什么莓？3、2、1。不知道。我都快喝完了的。小趴的是菊花茶。菊花茶。文文的是杨梅汁。杨梅。哇。恭喜小趴，耶耶！那么所有的果汁都是你的啦，太棒了！那我们的惩罚是什么呀？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好，你可以的，好，来吧。那我就选。什么啊？苹果醋，这个当然是要喝这个搭配啦。你要搭配一些甜甜的会好喝一点。那就选这个吧。
三个，啊，剩下的都是我的啦！耶， yeah, 哇，惩罚时间到，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嗯，超级酸，是不是？好喝吗？今天的酸酸酸饮料，哎，你也不赖，我喝一下。好吧，那就放。就是慢慢品尝，还是很好喝的，真的味道就很顶，很酸的味道，好难喝。这是你选的。结果没想到文文觉得还不错，小趴接受不了。不好喝，不好喝，你来尝尝，你来试试。真的很苦。好了，今天小趴和文文就一起玩这个盲猜饮料的游戏，你们觉得有趣吗？还想看我跟小趴去挑战哪些游戏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